小乐乐啊，妈咪在找你啊，你在干嘛？三天都不吃饭了哈，妈妈喂你都不吃啊。那你现在在吃什么？自己在那边吃苹果泥，好吃吗？苹果泥那么酸，你那么喜欢吃哦？哈，快吃完了是不是？刚刚又给妈咪玉米汤给你倒掉一碗，啊，现在装了又不吃。苹果泥好不好吃？哈，你不是很久不吃苹果泥啊？苹果泥好酸哦，好吃吗？好酸呢，好酸呢，好吃吗？啊，赶快吃哈！你要乖乖吃饭才会长大啊！你都不吃饭饭，妈妈喂你吃粥，你都不要吃，吃饭也不要，你要吃什么？你吃里里口口的。好，跟妈咪拜拜。看妈咪啊，你看着妈咪说拜拜，拜拜，嗯。